哇哦，这个是等于是人就这样可以躺起来了。对。然后是有三个同学架住两个同学，对不对？然后呢，整只龙这样加起来，然后你还要在上面摇，是不是？对，他们还要在。你躺着就躺着，还要摇，对不对？是不是同学？对，是不是？啊，你这样的话，你出力的地方在哪里？腰。所以腰要够力。那你们出力的地方在哪里？下盘、腿。那还有哪一个？哪一个？还有一个让脂肪的一个夹腰坐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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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夹腰坐地，这样。哎，这个太妙了！来玩，等一等。在东方，龙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而舞龙是我们代代相传的技艺。不过会舞龙不稀奇，要舞出全台第一，甚至打败九个国家，这条龙可就相当不容易。它不仅是国内外舞龙比赛的常胜军，名气更是响当当，不断受邀至各地表演。现在我们就前往彰化，见识这条龙王的实力到底有多坚强。奇怪，说要找一条龙，没有龙在这边。哎，加油！这个不好吧？这加油！请问一下，这是你这样体罚学生，前阵子军中那个上新闻，你这样不好吧？我们这不是体罚，这是体能训练。对，是龙队的训练。龙训练，龙队。对，我要找的龙队是他们在弄的。是哦。对，他们要每天这样爬上爬下。对，每天都要。我的天哪！他们这样每天要操多久的时间？基本要五趟。要五趟。对，所以他们这个这条龙很重。他们的臂力一定要很好。对，因为比赛七到十分钟。有没有那么厉害？臂力很好，你知道我个人，你知道吗？我个人，我告你，多六手。来，找一个出来单挑。找一个出来。不，找一个出来比臂力。我派一个比较。没有，不行，一定要找最强的。台湾得定，好不好？我们就弄一个最强，谁最强？谁最强？嘉诚，谁跳出来？谁举手？谁最强？不派你最强是不是？让我们找你。来，这个看起来就很强啦，对不对 ？OK， 来，桌子搬过来。我跟你讲，小马哥哥，我跟你讲，臂力我们常常有在运动，有没有看到？你摸看。你赶紧惊掉我！来，我摸看你的。这是虾米？来！如果说他怎么样，爬三趟，你干什么东西？不要这样子，你干什么东西？我们只是来录影而已，不要这样子，很害怕，你这个反应太快了吧？我觉得好了，我爬一趟，试验看看，对不对？如果我输掉的话，我就说，哎，这些学生到底他们怎么训练这个舞龙队，很辛苦啊！来，不能输，预备。你们开始，停一下，干什么东西？干什么东西？年轻人，桌子都已经歇了，干什么东西？好痛、哦！哎呀，我果真是挑错人啦！狮子真的是不能够挑软的吃，想不到这舞龙队里一个个是卧虎藏龙，背力了得啊！好，来，观众朋友，好 ，OK， 好，非常公平的一个比赛。预备，开始！队长，慢慢来！干什么东西？按下！我被他的体型骗了，他其实很壮，我弄到手都快破皮了，好累哦，真的很累哎。啊，你们整个舞龙队有多少的同学？舞龙队一般来讲有20几个。20几个？对对。每一天就是上课照常上课。对。上完课之后来练习。对，还有寒暑假要集训。要集训，对，很辛苦哎。很辛苦。同学辛不辛苦？不辛苦。等一下，太好笑了！同学辛不辛苦？不辛苦，每个人答的都不一样哦。同学辛不辛苦？不辛苦。是不是舞龙舞狮队就要有这种精神？对，太可爱啦！这些纯真的学生虽然基本功练习的很苦，不小心说了出来，但为了有更精湛的演出，他们可是多苦也愿意。既然练得那么辛苦，到底学生们的舞龙跟我们一般看到的舞龙会有什么不同呢？
是亚洲第一龙王，一出手就整个是不一样，跟我想象中的舞龙有些差异，里头还加了许多特技的动作在里面，这可不是一般表演看得到的，难怪可以夺下多次国际舞龙冠军的奖杯。太厉害了啦，太厉害了，同学你们真的太厉害了，我刚看到好多是特技的动作。对他们练多久了这样子？从国中到高中，有的已经五年四年六年都有了，所以都非常的熟练，因为那个中间一个人出错的话可能会绊倒对其他的人，对不对？因为很多都要跨那个龙啊，要这样翻来翻去，还有要夹人。对，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夹人的时候是玩单杠，有没有夹夹乐把对方夹下来就没想到事隔这么多年之后看到第二次夹人居然是舞龙。是，这谁发明的？这一般来讲就是说，早期都有一些前辈他们延续一些难度动作下来，那目前台湾来讲是我们达德三公的自创动作是算是最多的。是你要你，所以教练你要发想还是同学一起来想？我发想比较少，其实是同学的发，他们的自己研发出来比较多。对，因为他们自己在舞龙，他们最清楚说什么动作是可以做，对什么动作是可以达成的，而且有的是从失败当中就创新的。教练，我刚刚看到中间有几个花招，算是已经算是这个蛮技术很高的哦。那可不可以请他们现场来分解动作给我看一下？好，可以。哇，这个是等于是人就这样可以躺起来了，对。然后是有三个同学架住两个同学，对不对？然后呢，整只龙这样加起来，然后你还要在上面摇，是不是？对，他们还要在。你躺着就躺着，还要摇，对不对？是不是同学？对，是不是？啊，你这样的话，你出力的地方在哪里？腰。所以腰要够力，那你们出力的地方在哪里？下盘、腿，那还有哪一个？还有一个他们自创的一个夹腰坐地，夹腰坐地，夹坐地，夹坐地，来，夹坐地，这样。这个太妙了，因为我觉得你这样你应该是很吃力吧？还是不吃力？不会，因为刚好力抵掉，对不对？它刚好也成为你的一个力量的支撑。对不对？可是两个男生，你们怎么会想到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他们学长那些，他们学长在练习夹腰失败研发出来的，因为不小心，对坐下的时候一看，对，刚好很稳。从练习失败中发想到创新的动作，学生们果真是不简单。但是这样看似轻松的特技动作，到底我这个初学者能不能够轻易上手呢？练了就知道。完全我不用怕，我只要夹住你自己往后倒，我就可以了吗？对，太厉害，注意了，一次 ，OK， 一次，来，准备好，上去，Yes， Oh my God， 我们成功了，快点要起来，掌声鼓励一下，要起来是，你要往后，我要往后倒，你要往后倒，对，哎，对。好厉害哦！这是一个这个人的身体之间的一种互相的把这个力量抵消掉，很完美的一个结合。对，好厉害哦！这可以用在一些街舞里面呢，一些那个 street dance 街舞有没有用？然后突然间一夹，然后往后躺，然后站起来，哇，好炫哦！好，我要进阶版，躺着的那个，躺着后躺也实现。嘿，好，扶住哦，我扶住哦。你先马步，先马步。扶住，然后从这边这样子，对，这边这样，对，是不是？掌声鼓励一下，太厉害了！我发觉呢是同学厉害，因为我个子不重，对不对？我的个子比较娇小，是他们的腿部的那个马步呢扎得很稳。不然这样好了，我也来试一个，我来当那个撑住的人啊，找一个人来，那个我来当撑住的人，这边来。夹腰，再夹腰一下。来，前面站一个，后转点直线。捡到什么？捡到什么？好，放下。原来是底下撑的人比较累，真的，上去的人都比较轻松。苦练真的是不容易啊！其实舞龙队里的学生有些来自于弱势家庭，所以他们比一般的学生更加坚强并能吃苦。不然，其实舞龙的训练过程可是很累人的，很多人只来了一两天就放弃了。能撑到最后的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所以常常一毕业之后呢，就马上靠着体保进入大学就读。真的要替他们用力掌声鼓励鼓励。亚洲第一。
龙。感觉到那条龙呢更活灵活现，灵加舞。对，因为看不到人了嘛。对，对不对？那这个这只龙它造价多少钱？这只龙夜光龙一般来讲都要十几万以上。十几万哦？对，台湾做的吗？不是，是新加坡。哎，为什么要跑到新加坡做？因为目前造龙的技术来讲是新加坡的技术比较好。哎，哦，新加坡很多华人。对对。他没有把这个民俗文化都传承下来。对。对不对？那这个龙它是靠什么来反光的？就是靠荧光灯管吗？它因为它本身有荧光漆，这个龙上面有荧光漆的，它都是荧光漆的。哦，了解。所以这个龙就是整个都涂荧光漆，里面没有任何的电灯，没有，不会自己发亮，不会，一定要靠这个荧光灯管。对，接下来以后可能会不会再晋升到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更有 3D 的感觉。一般来讲，现在龙头都已经有 3D 了，你看它的牙齿是立，龙头来一点点，牙齿真的呢。牙齿立体的，而且它会动，对不对？对，它会动，它会动，跟以前的龙头呢不一样。以前的龙头又很重，然后有好多的珠珠啊什么的。现在龙头呢，感觉上它比较亲和力一点。达德舞龙队，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希望你们呢，为台湾争光，好不好？以后到国际上面去比赛，好不好？谢谢李教练，谢谢。一群为了让舞龙能够达到更活灵活现的境界，不断苦练的学生，龙的传人就是你们啦。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福尔摩沙五花八门，跟着我的脚步，给你超乎想象的台湾 Daily。